嘿、hey, ，各位召唤师们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我是西地喜灯，今天我来玩一个我蛮喜欢的角色——卡利怪妞。虽然这个版本他没有很强，不是他没有很强，是他更需要操作。可是我这个老人家操作不太起来啊，没关系，有爱最重要，有爱最重要啊。好，我们来一个简单的站位，对面第三左。好像很厉害，英文名字感觉就怪怪的，怪怪的哦。没关系，我们组合单点很强，可是团战就靠出了什么事？哎，还在看 FB 啊？死一死吧，死一死吧！哎呀 ，FB 法罗，哎 ，FB 还敢 FB 啊？真的是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。没关系啊，这个人之常情嘛。FB 总是比较重要的。噔，来一点，偷点肉吃苦，肉吃苦。哎 ，no。哈，哎，这个能量，我 Q 8就没了，对的吗？以前他还可以一个人上可以 Q 2发，现在只能 Q 1发，哎，熟分的尴尬。来一下，前面就假装打不赢，哦，你就后面也是真的打不赢。哎，Q。牛，我的无情唤醒，来凶一波，最凶的那种，看一下，哦，是卡利，哦，凶。凶凶凶！他前面六等偏弱，我比他比他强一点点。有烟雾弹就上去凶，会比较好。等等，现在没得擦眼了。哎呀，一直不要换到血，有点尴尬。等下一波进攻，等我的血回的健康一点，再跟他拼一下。塔罗在下面。控一下先。下了一个鸡蛋。让三座妹妹绕了一圈，我比较舒服一点。修，哎，一直给他压力，这个江狗就表现得不错，一直给他压力，给压力就对了，无情压力，表现得不错，有我的三分之一啊。想吃炮车，哪来的勇气？想吃炮车我就凶，想吃炮车我就凶，想吃炮车，铜锣铲先。哎，凶派到，没关系。
而且压力很大，我压力很大，我是现实中压力大，他是对线压力大，哈哈，靠，讲什么？记得你讲什么？哎，想回家？没有，不脑冲，稳的。这个一进去，我把塔杀掉了。哎，死去！哎呀，刚刚操作的不够好，不过这波也是赚了。那个兵都进塔了，可是我亏了一波塔皮，还行啊。我刚没有操作够好，刚刚老了。人家老人家，那哦帅，他掉一波兵，其实我赚多，赚的非常的多。现在比数来到3-4，啊哈，啊哈，还比试啊，哈哈，把兵线，尽量不要让他进塔塔，啊，塔塔塔。哦，人不见了，都跟我对线，感觉去抓下路了。哦，他说这个抓下路很亏啊，再掉一波。一直给他压力，这个三卓感觉容易紧张啊。哎呀，我这波是我的桌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应该跑的。哎呀，亏啊，亏烂啊，没关系，我随时可以打回来。随时可以打回来的吗？我刚刚以为，哦，刚刚太大意了。我刚以为我泰隆不在啊，我以为泰隆畏惧我不敢抓我，把烟雾弹弄掉了，把烟雾弹弄掉了，我就是小废废了，就会没闪现。这个压力。就算十一个头也要打出我好像没死过一样。回。看我一下。嗯，现在我感觉一直被关照。没有关系的，哎咻！拿到皮吗？有了，赚了！你在吃龙？啊！哎，果然这局不能跨，刚跨完就。在人家塔里面被双杀，打一下，打，哈哈，现在有点压力了，塔龙有点肥。一直在下路，
让他知道财富密码在下路，财富密码在下路，老师，我的头都在下路，比较好拿。可是感觉他帮下路一直帮得很辛苦。哎，有点惨，我这个血量卡上来我就死了，我直接不见。十 ，easy， 有没有鬼之卡利？无情单杀。可是塔兰一翻过来我就要死了，现在很怕泰隆啊。所以这波退完就回家吧，不贪。回家，回老家，回老家。嗯，直接一个呼着我的腰带。火箭腰带，火箭腰带，火药腰腰带，一带一带。嗯，靠不下，看有没有机会。没有，好的，你再下来，这个塔楼很坚持。见了，去杀一个人啊！太凶了吧！easy， 哈，太紧张了吗？轻松拿头，看来队友要吵架了。我 AD 生气，把对面蓝吃掉，把我们家的蓝吃掉，把我们江哥蓝吃掉，讲什么啊？太气了！他说：“看这句。”哎，嗯，我血跟他一样多。等我大吧，等我爸凶一波，等我大再凶一波，先假装打不赢。然后等他丢个 Q， 我再凶，血量。可能还要丢到一，先丢到一才能赢。等他丢个一，丢啊！丢一啊！哎，死去 ，Easy Park， 还敢乱凶？虽然我刚刚靠了我也有爸爸了，靠一下爸爸。吸个奶一下，吸个奶啊，吸个奶。我感觉蒙多蛮肥的，后期靠坦一下，然后再靠我就那个飞来飞去，
他就知道什么是上上了哈，上上姜啊，上上姜啊，啊啊啊啊！狼人蒙多，哎呀，今天都没讲到上路的战况，打线比较专，要专心一点。哎，喵！感觉塔罗在笑。放个下好了，这下怎么可以这么惨？这完全不想帮了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嘛。九个好了，又是一个。干嘛？还跑掉了，笑死！牛牛牛！哎呀，塔龙直接找我洗钱啊！叮叮叮叮，干干干的。啥？哎，我真死了！什么啦？杀他们刚刚杀下路，连大跟点燃都不用开，然后我就这样死了，真是无奈啊！送头，疯狂送头，下路送头仔，没心态啦，弱智。看来又是个银线输 game 局啊！这个游戏已经变成我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游戏了。以前我那个是秀满天的游戏，现在是。输满天了、啊！哎呀，蒙多感觉要死了，凯撒过去了。这个怎么帮啊？怎么帮啊？这个打不赢啊！三下就死了。也不是这局差距啊，感觉是下路差距。这个真的是。我以凡人来说，我真的觉得是说你玩得好不如排得好。对啊，到底真的玩得好不如排得好，你什么对面中路什么都不用做，他就赢了。你看没心态了，又挂了，然后出这个什么纳蛇之牙，哇，什么意思？不懂。好吧，还被抓了。那你杀不死，可以吧？操作很细腻啦。
再杀不死，那也是没有办法。哦，无情接龙吗？哎，拿一条土龙，好像没什么用。不过能减缓一下战局啦。可以。这只啊，你不杀那只，真的打不赢啊。你看到了吗？好啦，这我看到了。怎么打、啊？下一把了吧？怎么打、啊？下一把了吧？塔罗斯刚连大都没用啊！冰冻光呀、啊！他竟然把他点死了！撒野！哦。海沙处理不了啊，这个角色前期很烂，只是他，对啊，前期很烂没错，可是他现在后期啦，而且他前面就赢线，感觉下野双排，我们 CC 又比较少一点点。除非刚刚那个谁啊 ，AD 大哥，那个我们傻波大哥五只，让他们在，然后杀就赢了。我怎么可能吃？啊，吃啊！好，蛮快的。哎呀，我 AD 完全不想玩啊！拜拜。好了吧，好了吧，有几个是几个吧？怎么打？又在还跟人守个兵？给狼人杀，摇，哎，跳恰恰，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把那个凯撒抓掉，他现在很嚣张，哦，他有在防我，他出那个。他看起来知道谁是最会玩的。他知道谁是最会玩的、啊，出西摩剑啊，有前途。嗯，海哥。有了，这不有了吧？哎呀，这波无情开战一波，可以。
有点硬啊。冰清冰啊！算了算了算了。可惜啊！可惜，差点把它唱出来。下一波凯撒梅西魔剑。那、啊、这个没办法，送他们呗。送他们呗。无敌之身我处理不了。他打人物不是他不是这个场的人。大概白金吧，就是跟我们 AD 有点差距。这游戏是这样，就是对线的有差距就很麻烦啊，就变成不公平的游戏。所以世界上没有公平这个东西，光是你打我这个选项就是一个基数，就完全就是一个不公平啊。噔噔噔噔噔，抓不到人。不过刚刚那个龙战扣的蛮好的，就是说八龙战，八龙八龙。死了，哎，那不分哦。算了，他打什么啊？我真的是被那个傻货害死哎！我不应该靠着他的帮他的。因为我的蒙多真好硬。哈、啊！闪现阿狼，闪现 Q 狼人要 Q 不 Q 的。我终于知道 AD 手不玩了，虽然他乱出装，可是我终于知道他手比较想玩了。那傻子在干嘛、啊？无情送一波、欸，哎，真的是。哈哈。对，峡谷制造者法洛斯，这个直接是演员呐、啊，我一直忘记换扫眼。麻烦啊！又有守护天使的，冷兵进去怎么样？哎，
吃了。蒙多在上面，继续。十，上一个。在就是打团就已经大后期了，真的不用赶紧走一起拼个团战就结束了。你这样分推，大家直接硬抓，结束了。没关系啊。我还太菜了。输了。玩的好不如白的好，我是西提喜的，下次见，拜拜。